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是2023年7月26号，今天礼拜三，现在是9:05，又是9:05。哎呀，这个时间呢不早不晚，去那边到那边呢刚好9:30。早一点呢，你可以聊聊天是吧？晚一点就不太好。但是昨天10点钟说睡觉的，结果呢折腾到12点，然后今天早上8点钟起来，8点多起来。哎呀，本来我定的闹钟是7点钟。昨天怎么回事？昨天没有开工啊，我在这边承认一下。没有开工，为什么呢？昨天一天气不好，又下雨，但是也没下多大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呢，我因为别的原因，再加上天气不好，所以说综合导致昨天我就没有开工。但有没有单子呢？有单子啊！他妈的，我告诉一个很惨的消息，我现在我的 Uber 的接单率现在是 zero 了，是零了，一单都没有。它是这样算的，现在我发现了，它是200单，就是算一个比例，比如说给你发200单，你能接多少单，以这个算一个比例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我昨天呢，真的就给我发了200单，但是我一单都没接。然后呢，我的接单率就变成了零，他妈的。然后呢，你接单率越低，他给你的单子是越垃圾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是没办法，我操。那你我就走向了这种恶循环了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就是比烂嘛，他妈的，是吧？你不给我好，你给我烂单子，我就不做。我越不做，你越给我烂单子，大家都在比烂，是吧？哎，要不是怎么说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动静呢？还不就是做的人多了嘛，是吧？不在乎的一个两个司机的这个，对吧？哎呀，没办法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操。那我就稍微要调整一下了。那我就是中午回去吃完饭之后，我就立马要上线了。上线有单我就先做单之余插空去打打球啊、也别着急的回来洗澡洗澡吃饭了。就是有单先去做单，没单再去考虑别的。要不然这王八蛋的，我操，太欺负人了，我操！哎，你越不接吧，他越给你烂单子，操！对，我那个说到那个昨天下雨啊，下雨确实给了我看他我没接，但是他给我了有些比较好单子，比如3块钱，不是，比如说27块钱。9卖的3连单，这个单子算不错了是吧？还有一些单子我抢不到，我操，20块钱，大概是几卖的，7卖8卖的那个单子我抢不到，啊、嗯，这个单子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抢不到单子，这么讨厌了。然后昨天这不是主要原因，天气不是主要原因，但是也有一个很大因素在啊。主要原因是我下午打完球回来洗完澡，可能写作业，从他妈4-5点开始写他妈的到了8-9点了，我操，就是很多，当然有些新单词啊，主要是现在我还把那个语法的。给捋了一遍最初级的语法，那种一般现在时，知道吧？现在时态这种语法，我给捋了一遍啊，总算理出一个姿势点。我以前非常模糊的啊，现在总算给理顺了，就是第三人称单数啊，这个动词的这个变换。以前呢，老是觉得这个变不到位，因为我交作业的时候，每次到这个地方，他都会改很多东西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没有加 s 啊，那个地方没有加那个什么变化呀，反正就是很多小错误在这儿。昨天晚上啊，总算花时间把这个给理顺了，但是远远不够。这个只是你的语法啊，你像词汇、语法、句子，还有最关键的是一个文章，你知道吗？你文章不知道怎么写，这个很麻烦。哎，操你妈的，这个红绿灯他妈跟傻逼似的。哎呀，就是啊，你这个文章不知道怎么写，你不知道，你就说你单词汇，你也知道什么意思，语法呢大差不差，也没啥错误，是吧？但是你不会，你组词造句也不行，因为文章不就是组词造句所组成的嘛。组词造句不行，那他奶奶的，这麻烦了。今天再去看看，不行的话，今天再突击一下，看看这个组词造句怎么玩。因为之前老师有布置作业，因为最近学了一点新单词，但他们就是老师有要求，就是你回去组词造句，但是我都没有组词造句，所以呢，我回去看看这个东西怎么突击一下。组词造句如果是没问题了的话，那写文章的话，你就是编呗，不就是就跟写中文作文一样的是吧？你编呗是吧？多加点形容词是吧？多等些有的没的，换几个角度是吧？就编就完事儿了，但关键是你得会编呐！我操，你不会编，我操，搁那儿他娘的，哎，你看，你别小看他们，说什么也不敢说，也不敢怎么地的，但人家写一写一个段落都5-6行，你他妈两个段落才四行5行，人家一个段落就5-6行，两个段落都10来行了，就是人家再怎么不行，人家是吧，能编出这么多词儿出来，你不得不服这个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所以呢，我操，我今天再上课去看看，因为他昨天又布置了一个作业，要看他妈的视频，就是老友记啊。看，我忘了看了，我操！哎，我是忘看了吧？我看了，但是我忘了，我操！因为他要你用英文复述讲什么东西，为什么，反正之类的东西啊！我的天哪，我也搞不明白。反正再说吧，这个东西对我来说现在有一点难度了，我得砍了。但是我肯定要把这关给过了。我操，为什么老是堵在这儿？奶奶的，我操！哎，看样子还是要提前10分钟到15分钟出来才行，8:50就得出来了，要不然在路上这很堵啊！我操，哎，烦死了。所以说，但是这个事儿吧，肯定得解决，你不能说哎呀，老不读了，怎么地了？不读行吗？不读你能干什么呀？去啊，操，对不对？没办法了，现在逼上华山了，操，自古华山一条道，我操，一条道走到黑，他娘的，
他必须得干了，必须得把这个事儿给弄懂弄明白，就像这个第三人称单数似的，以前老是不明白，哎，我比如说，I drink water 是吧？这是第一人称单数啊 ，You drink water 是吧？这是第二人称单数，然后呢变成了 he she it， 那你这个 drink 呢，你就得发生变化，比如说 he drinks water， she drinks water 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以前总是觉得我操，为什么要加个 s 啊？以前老是在这卡住，我操，老是会忘记啊。现在知道了啊，原来这个词性的变化必须得加。哎，是往这走吧？我怎么感觉路远了呢？然后还有一个，就比如说这个，比如说你如果是有一个度在那儿，是吧？比如说你度要变成大字后面的那个动词呢，你就不要加 s 了，因为度加了 s， 那个动词就不需要加 s， 那动词就变成了动词原形了，就是知道吧？比如说 ，I speak English， 是吧？比如否定形式就是 I don't speak English， 啊，换成第三人称单数就变成了，哎 ，He does speak English， 或者说他不会英文就是 He doesn't speak English， 耶，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一通就通了。哎，还有一个 have， 比如说 I have a car， 是吧 ？I have a car， 我有一辆车。然后你就说 She has a car， 哎，这个 have 变 has， 这个你要变化啊，一下子就通了，我操。哎，但是这只是其中一点，还有很多呢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慢慢来吧，我操，给我时间，我慢慢通。反正已经到了这么大年纪了，再通下去都五六十了。哎，五六十就五六十吧，总比一辈子就是迷迷糊糊强，我操。哎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对吧。还有些这个变化，比如说什么 y 呀、啊、，y 字结尾的要加要变成 y e s， 还有一些什么轨迹什么 c h s h 结尾的要加 e s， 比如说 teacher。还有什么玩意儿的？我操！一下子又给忘了。OK， 我这边要转高速了。不要想着想着，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傻逼了！我操。还有一些什么东西？反正我觉得我的节奏跟老师或者跟其他人的节奏呢完全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别人很快就能弄懂的地方，我就偏偏就弄不懂，是吧？别人很快就是能够上手的地方，我偏偏就上不了手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没办法，就是练呗，就是花的时间少了，就得练，欠练，知道吗？哎，今天走这个车道，我就不相信了。今天还会把我堵住？嗯，等今天弄懂了，昨天晚上弄懂了第三人称单数。所以这个语法呢，我看了一下，这个是第三单元。现在我们还刚刚讲完第一单元，所以呢，我这个还是可以的，是吧？稍微有点超前的意识。因为我昨天实际上看了一下，我基本上我把过去做的那些时态、过去时什么将来时时态的错误，我都自己给订正了。那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我可能快掌握这两个时态了。因为这两个时态掌握了以后呢。哎，你写作呢就有点底子了，知道吧？因为很多，比如说很多作文啊、日记啊，它都是讲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你很多时候得用到过去时态，知道吧？或者你如果是要就是别人问你将来要干什么，哎，这个时候就需要你讲这个将来时态，所以呢，这些都是需要掌握的，不掌握的话就那个东西不行了，完全不行。哎呀，所以慢慢来吧，给我时间吧，让我猥琐发育一会儿吧，我操，发育他妈发育自发育，怎么？你知道我班上的小孩子，他就是我比他至少。大二十多岁，你懂意思吗？我班上小孩子，他今年我比他大二十岁，我操！你想想看，他说不好听，他可以叫我爸爸了，我操！你说你和你爸爸在一起上课上学，你说是吧？感觉，哎，但是我心态比较幼稚啊，这个感觉还是比较逗逼的啊，比较逗逼，不是那么严肃，所以呢，哎，还行，相处下来的话，并不是，就是说还是算是比较愉快的啊，算是比较愉快的。但是你看，我操，这么大一个老头，我操，哎。不相信你去，不相信可以问问，是不是？问你爸多大年纪啊？哎呀，说不定就比我大几岁，或甚至还比我小几岁。哎，这事闹的。哎，我得把那个卡给拿出来。过门禁要卡的。他妈的，这个停车费还2块钱呢。如果下个学期我没有进那个小班的话，我就不上了。但是我现在就很愁啊，现在还有2-3个星期啊，还是作文还没有着落呢。我现在就花了2-3个星期把这作文给弄一弄，操，争取考进那个便宜的班。这样的话，我操，这样的话我。对我自己也有交代啊，对不对？老是成绩不好，他妈的学渣都扎了半辈子了，我操！总要让我这个雄起一把，是吧？啊，这车停车嘛，超难！哎呀，总要让我雄起一把，是吧？我发现我右边还有这么多停车位啊，我操！这个小区，我之前有没有来送过餐呢？好像没有来送过餐，好像没有。哎，我要怎么样？现在今天呢？昨天呢状态不好，一进教室就感觉人特别晕。今天我不晓得会不会有那么感觉。
昨天上课我是一句话都没说，哎，也不想说。然后我今天希望自己表现好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讲作文的话，我就有点懵逼了，咋写呀？我咋编不出来呀？那第一段要写一个主题，就是中心思想。第二段呢，就写一些写的例子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你要然后如果说那种比较复杂点的，你写个论据啊、论点啊，然后去证明它呀。滴一下，滴。OK， 还是停在老位置吧。其实这个位置吧不特别好，因为它到了下午啊就有太阳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没办法了，就停这吧，拉倒了。我还以为这罚单在我的这个车前面呢，不是啊，是那个树叶子。OK， 先到这。Hello， 现在是风扇开的太大了，现在是下午中午的12:43。哎，我们呢现在上完课了，今天是第12天是吧？这是第12天课，然后今天就上完了，现在今天倒是准时准点上，也不多也不少，刚好就12:30下。然后中间那个走路走过来，把车一开是吧，就12:40了。现在今天要去加油了，油不够了，昨天又没开工，我操，油不够了，咋整啊？看有没有近一点，怎么开10迈、11迈，怎么开这么久？怎么开这么久？得了，就往这边走。哎，今天不对呀，今天怎么要往左边走转？那个今天第一堂课讲了一些文章，做一些这个习题，我觉得我做习题还行，选择题啊，反正都不是特别难。嗯，他那个问题也不是特别难，非常简单。不过第二堂课是语法也很简单，现在就是写文章这个问题嘛，怎么组词造句的问题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因为还好吧，我觉得这个氛围还行吧，都愿意学点东西，这个氛围就很不错。我操，这个地方这个路上面怎么有一个这个保险杠了，这个地方可能发生车祸了。哇，这个跑车也是挡住了啊。往这边走也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回去加油去了，不加油就不行了。我现在开到62，这个风扇怎么感觉没开一样？开呀，开风扇呢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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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吃完饭之后呢，就把系统打开了。但是今天礼拜三啊，估计也没什么好，没什么单子。但是呢，你也得开呀，不开不行啊。能做一单是一单。现在他妈接单率为零了，完成率都不到10%啊。慢慢的就不给我单子了。哎，操蛋不操蛋，有点上去。有他妈好单子不给，我不知道他妈谁去接我。这价位太差劲了，这怎么接呀？打洞头，今天打球插洞打球吧，好像。哦，明天还有一天是吧？明天还有一天。哎呦，这上课上的迷糊。今天那老师布置了挺多作业，但是呢，都是给下。哎，他说下个礼拜吧，还是怎么着？哦，他说明天会布置又布置一篇论文，然后呢要我们写到下个礼拜交，然后下礼拜三还要上机，在电脑上敲出来。哎呀，真他妈，还挺多东西。怎么这个组词造句？比如说给你新学的一个单词。叫 precious 是吧？我随便举例子 ，precious。然后你要对 precious， 你怎么造句？我有一个宝贝 ，I have a precious。I have 比如说我有一块手表是吧 ？I have an expensive watch。It's my precious。Right？ 反正类似这样的造句。哎，你把这些单词边学的同时，边造一个句子。造完句子呢，咱慢慢的就组成段落，就是比如说三句、四句、五句的，你就把这句子呢组成段落，然后一个段落，确定一个主题，比如第一段就确定，哎，我不需要再跨车道了。然后呢，就是第一个段落可能是确定主题，确定这个文章讲什么。然后第二个段落呢，可能就是那个你的看法。然后第三个段落可能就是你举些例子。那第四个段落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结论吧，结论之类的东西。反正就类似于这样慢慢组起来的，就是给我的感觉，它和中文写作吧有一点，当然有相同地方，也有很大不同地方。它不是慢慢跟那个搭积木一样搭起来，它不像中文呢，你就是得用一些这种词汇啊，就奇思妙想的词汇，然后呢突出这个物体的什么东西啊，然后呢使这个文章呢就感觉就感觉有点，就跟那个感觉有点像丝绸，然后呢英文写作呢就有点像搭积木，有点像搭那个金字塔，我操，反正这种感觉啊，因为你知道丝绸啊，它是飘的嘛，对吗？它是滑的，丝滑的，它没有说哪块就是这个好看不好看，反正就像那个中文里面的散文一样啊，这个对吧？散的，想到哪说到哪，就跟我每天叨一叨一样的，是吧？哎，想到哪说到哪，就是散的那种。但是这个英文的这个不一样了，你得
一个词一个词就组句了，以后还得分逐次，还得分一二三，感觉就很严谨，很密。当然了，你我这里不上价值啊，我并不说中文的写作好或者不好，或者英文写作好不好，反正我觉得偏重点不一样，角度不一样，对吧？但是你觉得哪样好，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啊，跟我没关系，我没有表达出任何的价值上的东西。我只是对比了，是吧？对比的一个像丝绸，一个像金字塔。所以你说，如果说你要在这个国外，是吧？你要写一些文章之类的，你必须得按照这样的方式去写，按照这个金字塔的方式去写。这样的话，就是说你在逻辑上，在这个东西呢，你就能有一个连贯性。但是如果说你说像中文一样写的那些散文那种啊，中文也有议论文，但是这议论文吧，就是，哎呀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反正呢，议论文就是说，它首先就得上价值啊，我觉得这个事儿，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，然后呢，举出这个理由，然后呢，不对，你像那个，你像英文这里面的英文论文里面啊，它那个价值呢就也有啊，就说你同意不同意的观点，你同意或者不同意，然后呢，你会有一些价值观点的输出，但大部分论文吧，它只要求你就事论事，它你看它的论文要求就是说，你尽量少用第一人称，是吧？尽量用第三人称，是吧？就是就它这个事儿来判断它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就是说各有不同吧，就是说你得把这个思维打开来，你不能哎，我就习惯于中文写作，我就写我就必须得这么写，不这么写我就不会写。你要把这个思维打开来，是吧？你用中文也能写，英文也能写，这样才行。但这个东西很难嘛，就是肯定很难的。特别是有些你的那个，特别是我之前有看到一个中文作家之后呢，他用英文开始写作呢，完全就是摸不到头脑，因为中文作家写东西呢，就有时候会很散，或者有中文的一些这个用法或者什么东西。但是那个相同的放到英文里面呢，哇操，这边堵车堵得太不一样了，哎呦我操，满满当当，跟他们大便似的。就是有些这个中文里面的一些这个技法，在英文里面可能就用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你就得变通了。我今天要去29出口啊，我们去加油了。今天中午加油是不是会加的油比较少一点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这个就是给我的感觉，但是这个东西很重要，但是没办法，你肯定得学，肯定得解决。我现在对这行对再也不说什么事，再也不说什么丧气话了。我现在没有资格丧气。你不学，那你他妈的就去做打工吧，你去做苦力吧。但是你小身板做不了苦力，你小身板，你现在连开车都开不了了，都很勉强了。无非你想换个工作，无非不就是想，就是说告别这种长期做的这个东西嘛，是吧？长期做的这个工作嘛，想找一个好工作。当然，我这里也强调一下，不管是苦力也好，还是脑力也好，它不分贵贱啊，都是工种的需，工种的不同所需。我就考虑，假如我是比较强壮的人，我在车上吃喝拉撒睡，能够连续这个一个几个月都行，身体没有出现任何问题，这个坐骨神经也没问题，腰椎盘突出也没问题，血糖也不高，是吧？这个眼神还特别好，反正是什么问题没有，在吃喝拉撒在车上睡，坐几个月没有问题。我他妈有这么好的身体，我也不用学习了，我24小时连轴转，我一个月赚万把块钱，我不是跟玩一样吗？但是我身体受不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这不是说我不愿做，他妈的底子差，是吧？没办法。那你就必须得这个必须得这个必须得这个叫啥子，必须得这个把这个事儿，那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事儿干啊，没办法，没得挑了。哎呀，我要去加油了，还有10分钟，加完油回去吃饭，多饭吃。今天吃烧鱼，煎就算了。今天他老是说的我就很烦躁，我就算了，煎牛排、煎肉、煎鱼我都不做了，那我就做一个水煮鱼吧，水煮鱼都可以吧，是吧？水煮肉片也行吧，但是肉片不好吃。肉还是炖的，肉我就炖着吃。水煮肉片呢，鱼我就水煮的吃。虾的话我也水煮吧，水煮鱼、水煮虾都行。哎，怎么还不下高速呢？啊，怎么还有这样下高速的？他是朝这个方向下高速的，真的好难。这下往下呀，它这个弯就很大，你看没有？十，这速度你要降到十。但是我现在都没有降到十，现在都是20。绿灯了，正赶上绿灯了。哎呦我操！好悬呐，好险呐，好险和好悬啊，这两个词很容易。还有，今天干一干，看看有没有生意，没生意的话怎么办呢？我操，赶紧得找个活干了，不找活干怎么办呢？以前有个哥们说要不要来干酒庄，以前酒庄可以打现金的，知道吗？酒庄干打现金，然后呢还可以兼职，但是我呢？我三岁以后呢就不喝酒了，所以呢我也不想和酒有什么联系，有什么关系，就是说我也不太希望别人喝酒，所以呢我又不太想干这个酒庄，知道吗？这个加上酒庄搬来搬去的，是吧？万一把酒给打碎了，一瓶酒还挺贵吧，也挺麻烦的。但这个都是很多年前了啊，现在肯定酒庄也要打碎了，不打碎也不行。以前酒庄可以拿现金的嘛，
哎，我有办法呀，我有办法呀。快到了，哎，还没有，还有五分钟差不多。噔噔噔噔噔，因为晚上呢，我就晚上我就不拍了。哎呀，比较恶心，今天就是几个地方叨逼叨，也叨逼的挺烦的。嗯，加上平台也不给我好单子，哪一奶不知道为啥。所以呢，像现在我那八块钱四卖的，我也要接，是吧？7.5块卖的，我也要接，是吧？然后呢，9.45块卖的，我也要接，10.5块的我也要接，不接不行了，不接这不给你单子了，净给你一些4.4块卖，8.8块卖，10.10块卖，咋整？噔噔提灯，哎呀，现在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呦参北斗啊，嘿呦。这个我刚看新闻啊，这个主播啊，冯提莫啊，这个小莫莫呢患了这个甲状腺癌晚期。其实这个甲状腺嘛，就是你的这个脖子上的一圈的那个腺体的结节。其实我身上也有，我身上也有这个结节。现在有这个结节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，但是它有一个范围，比如说你的结节不超过1厘米吧，好像是一毫米还是1厘米，这个结节呢就没事，算是良性了。啊，如果超过了1厘米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大的这个情况下呢，那可能就是癌变了。就是说，癌变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细胞啊，就是不受控制的这个繁殖，导致你的正常细胞呢就没办法这个工作，就是所谓的癌。其实这个每个人身上都有癌症。可以说你的很多的这个，比如说白细胞啊，基本上每天，不是每天吧，就是无时不刻都在消灭你身体里面的这个癌细胞。这个细胞就是你的细胞突然繁殖过多了，知道吧？他把好的细胞，所谓的好细胞就是正常工作的细胞，他给破坏了。他其实这个细胞也是你身上的细胞，懂我意思吗？它不是平白无故来的，它是你看你的每天的头发，每天的这些皮肤都在换皮，它其实就是你的皮肤细胞啊，就是生老病死。但是呢，它有些细胞呢，它突破了，它比如说你的细胞要组成这个皮肤，它不想组成这个皮肤了，它想在你的皮肤上面长出一个什么，长出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了。但是这个细胞还是你身体里的细胞，但是它细胞呢不受控制了。他不想当皮肤了，他不想当皮肤细胞了，他想当其他细胞。比如说，我想在你皮肤上长出一个什么瘤子啊、耳朵啊、眼睛出来，然后呢，这东西就叫癌细胞，对吧？你要把这个细胞呢给干掉，要把它们呢变成恢复到原来的皮肤细胞。但是这个东西吧，就是说你怎么使你的细胞听你的话呢，对吧？你可以控制你的大脑，控制你的手，控制你的脚，控制你的身体，但是呢，你没法控制每一个单个的细胞，而单个细胞它不听你的话，你知道吧？对。OK，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了，我们现在去，好，应该不会涨价吧？也涨价了吗？3.59又涨了1毛钱了，涨了1毛钱了。哎呀，他奶奶！但是那边呢，已经涨到3.69了，所以说这也无所谓了。好了，就到这儿，拜拜。